เอาโคสัมพิกัดวัตถุอ๋อโอเคเอาหน้าเจอเหลียงจื้อจู้เก๋你们翻吧怎么翻应该遇到很多次了应该不难了嗯好来慕容就是萨塔萨塔佛陀佛陀哦维哈兰多嗯维兰多住在哪里加啊加达万奇陀园啊谢达万呢奇陀园然后呢然后说了，现在可是要办什么？朦胧就不像就是帮忙一下。中间动词啊，对，很好，怎么翻？谈到对，谈到了谁？波霞阿基比古。嗯。郭三帕嘎就是坐在一个城市叫做郭三皮郭三皮就是他是在形容住在哪里的意思就是像比方说你是哪里人、哦、我是台北人我是高雄人那种听懂吗嗯问题是郭三帕嘎可以形容辟谷吗可不可以当楚格可不可以翻一下表啊辟谷我们翻卡路字卡路字阳性有没有看到有卡路卡路我卡路卡路卡路我卡路有没有看到有所以比库可以翻成第几个位第二个、对第二个位所以它也可以当受词对吗所以郭三帕嘎可以形容辟谷吗好大家翻菩提萨表十七页对吗菩提索菩提萨菩提桑菩提舍有没有看到有所以菩提所以郭三帕嘎可以形容辟谷吗可以可以因为它都是什么第二个位的复数，复数，啊，这样了解吗？了解。它这边加“嘎”是因为它是形容词，啊，谈到了郭三皮、皮苦、比修，了解吗？好，然后接下来要怎么翻？是这个佛法开始啊，动词呢？动词。卡铁西。卡铁西。啊，真是。什么意思？说了。说了什么？然后隐瞒这个。达。达玛铁沙囊佛法开始。前面还没有翻呢。哦，谈到了，哎，阿拉。阿拉帕谈到了科萨巴格比库乔萨皮比丘，记不记得这个怎么翻？
这个黑字怎么翻？记不记得？不记得？真的不记得吗？不要翻吧。哎、啊，对，就是我们保留，对不对？嗯，说了，ปาเลจะนะวิชานันติ这个是ติ加อิติ啊。等等，อิมังธรรมเทศนา这个佛法还是可以吗？梦龙居士可以吗？了解。好，再一次哦。สัทธาโฟทัววิหารันโตจู่เชตวะเนใจสีโถหยวนอารัพพะหันเต้าเหล่าโกสัมภะเกภิกขุโกสัมทีปีชิวกระเทสิชัวเหล่าปะเลจะนะวิชานันติตังตังอิมังธรรมเทศนังจะกระฟอฝากใครซื้อคุณหวังเสียขั้นโกสัมพิยังหิ大家看一下哦，หิ有很多意思哦。如果是在故事最显比较显面的啊、哦、出现的话，我们可以翻成详细讲说。然后这里有โคชิตาราเม ซึ่งเมย์อินจิงเซอร์然后วินยะทะโลซื่อฉือลื่อเจอธรรมะกะทิโกซื่อซัวฝาเจอ好在这里哪个字是主要动词呢นุยฮาดิชุ非常好君豪主词呢应该就那个持律者及说法者还有其他的答案吗比库吗对对对对对所以当你这样看到的话比库跟什么วินยัตถะโลจักธรรมะกะทิโกจัก对不对但是比库这边前面还有什么ทเว是什么意思两个对两个比丘对不对当你们这样看到哦我们可以这样反两个比丘就是持律者跟说法者可以吗嗯好然后怎么翻ปัญจสตะปัญจสตะปริวาราสิสมิสิปัญจสตะสิสมิสิหูไปหูไป很好我们曾经讲过了就是如果九十九以上的那个数字是什么词？九十九以上数字是名词，很好。那名词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嘛？ปริวาราปริวาระ是ปริวาระ是什么意思？是随从，对不对？随从，随从是名词对吧？那ปัญจสตะ可以放在ปริวาระ的前面吗？这个有讲过了，大家可能忘记了。
可以，但是你就接一个字，就是大概。对，有印象吗？哦，嗯，大概500个随从。前面这里是形容什么？班扎斯塔不利瓦拉是形容他为皮苦，这样怎么翻呢？有大概500位随从的两位比丘，就是持律者跟说法者，有没有问题？所以师父那个到底有几个随从啊？啊、好，为什么要写两次？班扎斯塔，为什么要写两次？个人各五，那两个，对，很好很好，各有五百，要写两次，对对对。好，啊，可以吗？可以。好，然后呢？他们怎样？然后，维哈兰主住在哪里？嗯。Gosithara-me 美音金色，美音金色，还有一个字还没有翻。Gosampiyang。Gosampiyang。哎，刚刚而已啊，刚刚而已。Gosampiyang。住在高山避阳的。对，高山避阳是什么姓？阴。什么姓？阴姓。阴姓很好。这变化跟什么字一样？拉提。哦，对。对。刚才你讲的是什么？郭三八街是什么事？是什么什么地方的？郭三批。三批。所以变化跟哪里一样？啊，郭三批样是第七个格位，哪里样对不对？郭三批样。啊。君豪，你再一次翻吧，试试看。两个。等一下 ，he 那 he。哦 ，he 详细解说。嗯。大卫比库，两个比丘。班加萨塔班加萨塔巴利瓦那大概五百个应该这样翻，先翻这个班加萨塔巴利瓦啦，为什么？因为他要形容他为毗卢，怎么翻呢？有大概500个随从的他为毗卢两位比丘，然后再是要先翻绿色的吗？啊、对，就是，嗯，就是持律者跟说法者，对，然后呢，然后住在哪里？住在高山比安的，住在高山比安的高西达拉美美音金色，住在高山批，高山批，住在高山批城。里面的什么？科西达拉美美音景色，这样了解吧？了解。好，我们往下看。เตสุธรรมกัตติโกเอกทิวสังสรีระวัลันชังสรีระชื่อสันติวัลันชังวัลันชะชื่อเฟิร์นปุถะกะชื่อสวยโกฏะเกชื่อเสี่ยวอูแล้วอัจจามะนะแล้วตัวอาจามะนะซื่อสีจริงอุทกะซื่อสุยแล้วอาวะเสสะอาวะเสสะซื่อฉานหรื
然后ภาชนะ ภาชนะคือ容器ทะเปตวา คือ เกิด จือ ว่า จะ ฟัง นิคามิ คือ ชู หลาย好，这个句子的主要动词是哪个字？你看你，这什么字呢？它是过去式。对，过去式哈，把一变成一。好，哪个字是主词？达玛卡蒂科。对，是谁？说法者对吧？但是前面这里有一个 d e s 字 d e s 是什么意思？之前有讲过，包而取句，大家有印象吗？什么叫包而取句？就是他会用第六或者第七格位在前面复数啊，复数，然后再来就是通常啊，如果是主词的话，就是用第一个格位单数来当什么取句。包句是第六或者第七的复数，然后ธรรมกถิโก这里就是什么是取句，就是这个第一个格位单数，有没有印象？有，有哈。慕容就是有印象吗？有。比方说，在这群学生里面呢，王先生是怎样？这样懂吧？懂。好，那怎么翻？เตสุกุมันเจียเสมอจืดใจโฮเมียนเจสมอจืดพิคุสุพิคุสุคุสุ这里就不能加皮皮苦囊，为什么？因为代数是第七个格位啊。代数皮苦数那些比丘里面怎么样呢？ธรรมกถิโก说法者怎么样？เอกทิวสัง什么意思？一天哎，就是有一天，对不对？有一天怎样呢？他做什么？สรีระวรัญชังกตวา就是上洗手间的意思。懂吧？上洗手间，然后他就在怎么样呢？然后他乌塔果塔给在乌塔果塔给就是洗手间呢，在洗手间怎样呢？塔贝多瓦放歌放了，歌字了就是放了。放了什么东西？容器。容器。帕加涅。帕加涅是什么意思？帕加涅是容器，它是第几个位？你现在要找第几个位的名词？七吗？啊？放。第二，哪个字是第二？已经。这里，阿扎阿扎玛那乌塔嘎瓦舍桑。放了，搁置了什么？洗净残余的水，就是剩下的水就对了。听懂意思吗？就是。水用不完了就剩下，听懂吗？这些水它放在哪里呢？放在帕萨内容器里面，
比方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水瓢、啊、它没有用完那个水，它只剩下一点点这样，然后它就怎么样呢？你卡米出来了、啊、就出来了、啊、这样了解吧、啊、从这件事、啊、从这一段会发生很大的事情、啊、从这个小小的事情会发生很大的事情、啊、是什么？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反了、啊